舒服不？
我请你。
你好胖哦，好可爱，放宽效果。嗯，人家本人还没那么胖，对不对？本人是一点点胖而已。啊，五、哦。阿姨在打招呼哦。可爱的脚，可爱的脚丫丫。哎，困去啊？哎，你要洗澡嘞？睡觉的时候都要吵我。啊，人家在睡觉的时候，都你在吵人家。欢迎。醒来了。醒来了。这好像卖寿司的哦。那个章鱼，日本章鱼烧。你都没发现要换衣服？哎，跟昨天穿的不一样。帮你打马赛克。妈妈说你剩太多了。哦，停停停！停舒服了，好舒服了。嗯，好舒服哦。不对，哇，舒服。讲话哦，嗯，个讲话话，哎哎，好了，穿好了，小可爱，你今天自己玩，啊，妈妈吃饭。妈妈吃饭了，自己玩啊！哎呦，哎呦！全部都是他的尿布，好多的，全部都是你的屎尿哦！哦，你也认同啊？爸爸说拜拜，再见，赶快赚去赚钱给我花。我老公中午都会回来洗婴儿之外，他会顺便帮我带午餐，然后他会帮我煮蜜乳茶，因为我现在还有在喂母奶，所以就是持续的有在喝蜜乳茶。因为我现在就是做完月子，然后我就想要减肥，所以我只有吃中午这一餐，我晚餐就没有吃，早餐因为想要睡觉，所以我也没有吃，所以我中午就会吃比较多一点。
你喝很慢耶，不要以为你长得可爱就可以装无辜好吗？不要以为你长得那么可爱就可以装无辜。40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休息一下。哎呦，呜、哦、笑哦，快点喝完睡觉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耶。你的衣服都还没洗耶，妈妈的饭还没吃完耶，还有奶瓶还没洗耶。不要哭，不，睡觉。睡吧，睡吧。一开始我女儿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就她的衣服我都是用手洗的，然后都洗很久。绿草就跟我说，我女儿现在又在哭。好，她要走之前就跟我说，之后她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事情都要自己做。所以她建议我就是衣服丢洗衣机洗就好，但是就是大人跟小孩的衣服分开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全部都丢洗衣机。其实我已经这样子洗蛮久啊，我女儿穿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就不要累死自己这样。怎么了？我女儿现在就是很喜欢人家这样抱着她，而且你不能坐下，你就是要走。你说你破脸哎，扣在我身上。好。我刚刚讲到哪？就是她想要睡觉的时候，你就要先这样走，走到她睡着，你才可以坐下来。然后坐下来呢，你就是要等到她真的睡得超熟，超熟之后才可以把她放到床上，这样床。然后当妈妈之后呢，你做事情就是会被中断，就是你可能吃饭啊，你只能吃一半。但现在已经5点了，因为午餐还没有吃完，你只能抓空档时间，中间琐碎的时间赶快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。像我刚刚就是立马赶快去洗奶瓶，然后赶快洗衣服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。现在就是要把它哄睡。不可以停下来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就是很想睡觉，可是他就是喜欢睡在人家胸口这样。
黏住。现在已经5点了，然后我的中餐都还没有吃完，这就是当妈妈的。好好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哭到有眼泪哦。眼泪哦，好好抱抱抱抱抱抱，来了来了哦，小，现在已经快要6点半了，我的午餐从中午放到现在，现在就是终于可以把它吃完了。这鱼汤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你起来了，你起来了。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可爱。我们要出门咯，穿得这么可爱。可爱耶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就是外面的花花世界。花花世界不是火锅吗？花花世界是一个成语。火锅。可是它也是一个成语，就是在形容现在的社会。我知道了，你已经来到这个花花世界，回不去了。今天5公斤。哦，难怪这么重。喂，就是对，就是它。有些小孩的皮肤就是会比较敏感，就是说像热会让它很明显。嗯，像你母奶的部分，你自己再注意一下哈。就妈妈饮食的话，不要吃太多像带壳海鲜。跟乳制品，它跟太油腻，所以可能它本身对海鲜过敏，它就会这样。对，就婴儿的话，他们对带壳海鲜有时候也是会比较敏感。哦，然后那个不能让它太热啦，我们大人怎么穿它就怎么穿，很不要说它穿的比我们大人多又盖棉被。嗯，这样真的它就是会过热。然后就是皱褶处啊，一定要把它清干净哈，因为小孩都这样挤着哈。哦，一定要往后撑，每一条皱褶要搓干净，不然它也是都会卡一些东西。好了，嗯。好奇耶。
这里好好奇哦。好奇的点哦，哦，我帮你换衣服。刚刚医生说你好像不能太热，我帮他换了一件短袖的衣服，因为我怕他很热。刚刚医生也说，就不要让他太热。饿欸，你很饿对不对？你回家就要这样哭哭欸，要走，要走。你这里好脏哦，感觉很臭哎、欸，脖子那个垢好臭哦。卡含着垢，臭死了。你的脖子里面真的很脏，你知不知道？好了。用我，我就给你鼻虫子，你好没水准哦。好了，我如果拍这个影片，会不会人家看到不敢生小孩？